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双脑闪电算。什么叫双脑是什么意思？ 通常我们珠心算的计算方法是一把算盘在脑子里面计算，但是双脑就是得用两把算盘同时计算两道不同的题目。哇！同时要出两道题目，两道题目，然后同时给我两个答案。是的，这个挑战非常难，我必须抛开所有的杂念，聚精会神，一心一意，专注在我这个挑战上。 我准备好了。好的，吴美玲，第一轮挑战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，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验证答案。我们来看大屏幕上出现的正确答案是5212和7249，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数字。第一个，5。哇。 第二个，2。第四个数字，1。哇哦！吴美玲第一个数字计算完全正确，5212，来看第二个数字，它距离挑战成功只有一半的路程。7。第二个数字，2，没问题。 第三个数字，4。哇！最后，3、2、1，揭开！哦，挑战成功！有请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挑战者吴美玲进入荣誉殿堂，为你加油！